下油门我是最快的。你爸常这么说，如果可以再快一秒都好。你的工作就是开车而已。对啦，你们那时候比较屌啦，我就是在开车的。就一个，杀一个。速度可以杀人，也可以救人。不假，咋想一日一分不好了？我怒气的开水，搞出性路血路，只怕你们兄弟情如不见。难道母亲真这迷信？如果可以，我真想借助时光机回到过去，达成咱对你痴恋的我。那就让母亲失望，换你自由被背叛的感觉。哈哈哈哈哈！现在的我，身体已破，无无半点精元，你只是自找死一样。不准母想听听我休息之言，定要动手吗？前辈苏团剑派，以母亲苏柔剑谱。你竟有诸多暗合，本来多年来我一点我不通的，便是木有形，也无形，还不带剑，也无吉凶。霹雳金光戟。